没感觉，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挺专注的吧。然后我觉得对方给我们上身体也很正常，然后这也是半决赛了嘛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身体对抗是正常，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。也这场有了身体对抗之后，也让我们更适应。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，就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吧，因为能在异国他乡的地方，然后能够让大家认可你的能力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也是我做到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自己小小的目标吧。我觉得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需要自己去完成，一步一步的去完成。所以，就像我在网上发的吧，就心满自怡。我觉得调整好心态，其他的交给时间吧。好，非常感谢啊，谢谢林梦，谢谢。谢谢